sirat kaya kacawang kaya. Okay. Okay. 这个刀，哎呦，有问题哦！ 好吧，好吧，啊，你捉个吧，捉中间啊，嗯，两个位，嗯，你同工资，啊，看天气呗，捉紧了，捉紧就出来，准备，系啊，要捉成了捉沙了，嗰条捉沙了，嗰条啊，嗯，差啲就捉啦，哦，咁唔好识得，唔识得，一慢啲嘅捉沙喎，你快快啊，嗯，又系啊，快啲好嘅，嗯，嗰条你翻嗰条啊。 嚟正嗰把，嗯，即系咪系咁啫咩？用嗰只系咪？你啱定马正都强嘅，碰到水班都冇，一条龙通，一头通过啦，系啦。你之前冇，你之前冇多咁长，啊开始嘅时候冇多咁长，着地开始。 姜切片，蒜泥拍开剁碎，切下葱花，辣椒切碎，放一些姜片，料酒，搅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。 这些粉已经泡软了，拿出来，再把沙虫摆在上面，再放几片姜，水开后放上蒸架。 再把沙虫和粉丝放上去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6分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关火拿出来，再把姜片炸出来，油热后放入辣椒、蒜泥、好香，再倒入生抽。 油，翻炒均匀，可以了，关火，打出来，再撒上葱花。